我哋而家身处呢个地方咧，就系4300米海拔嘅叫做青泊。咁点解我哋要专登嚟到呢一度咧？因为呢度距离拉萨咧都有3个钟头车咁远嘅，咁仲要咧嚟到行山嘅，都几辛苦噶。咁当然嚟到咧就唔系净系睇寺庙咁简单啦。呢度嘅特色咧就系其实当地人咧佢哋会一人一个洞穴咧咁样修行嘅。咁我哋自己咧会喺入边啦，就煮饭啊、念经啊咁样嘅。咁咧少则系一个月啦，咁长咧就系可以去到20年咁耐嘅。咁不如我哋一齐睇下佢哋究竟有几虔诚啊！青泊修行地位于山南的宅郎院，同埋桑耶寺相距唔远。咁佢哋两者都是藏传佛教的圣地嚟噶。由于青泊修行地是位于喺山谷之内，三面都是被植物包围住，而且水流非常之充足，所以全年气候都好温和，冬暖夏凉。成为历代以来众多高僧同埋信众嘅修身圣地。除了僧人之外，他们都有很多虔诚的信众是专程来到这里朝拜的。
我哋而家身处嘅地方咧叫做青泊。咁点解拉萨咧咁多景点，我哋唔可以专登搭三个钟头车啦？咁同埋喺4300米海拔嘅地方咧行山嚟到呢一度喘晒气咁辛苦咧？咁我哋嚟到咧其实系睇呢个嘅洞穴嘅。咁因为咧呢度嘅僧人咧会专登嚟呢度修行啦。咁佢哋有啲咧会住一年啦，或者至到20年不等嘅。咁佢哋喺入边咧就唔出嚟噶啦，喺入边自己煮饭啊、电啊、灯啊都喺晒入边嘅。咁佢哋修行得年越耐啦，咁佢哋翻到去寺廟裏面咧，佢哋嘅級數咧都會越高嘅。咁我哋一齊去睇下。咁大僧人咧喺呢度嘅修行咧，就同寺庙里边唔一样。咁佢哋喺洞穴里边咧就摆满咗佛像，就自己一个人喺里面修行同埋念经。咁呢一位师傅咧，就连自己喺度修行咗几耐都唔记得咗啦。我们吃饱了。在这个都不知道，在这边多久了？多的不是。数不出来了。我那个上面坐的，这慢下来的。哦，你在吃的那个是什么？是什么东西啊？看看嘛。是什么？那个奶，牛奶做的吗？是什么？就是。应该是要跟他拜一拜吧。我不要啊，我不信啊。看一下嘛。嗯。他的头上有一个麻子的呢，麻的，头麻的头。看见吗？嗯。为了要专心地修行，修行者一般都很少出去山洞外面的，起居饮食都会在洞里面进行，生活非常之原始。除了本地人之外，其实都有不少远道而来的苦修者在这里专心地修行求道的。苏西热洛普就是来自青海寺庙的僧人，他专程来青泊这里修行3年，是希望回到他家乡可以成为更高德行的僧人。我有80多出家人学的嘛，就我年轻，现在我26岁，26岁就我这里的年轻。12岁的我妈妈也死了，我没有爸爸，我有一个弟弟，就我一个舅舅，我们三个人都和尚，这啥都没有，我们三个人这样的。那你弟弟现在在家里还是？弟弟现在在家里，他们有寺庙里面，他现在二十岁的。有没有有时候在这边住觉得很辛苦？没辛苦，最好这里非常的干净。吃自己弄？吃的我们自己。自己弄？吃什么？吃的有这炒面嘛？是就是要缺就下去买，就下去就下去买，下去山里的里面去嘛。在我们眼中觉得非常之艰辛的修行路，大苏西热洛普和每一位修行者都用笑容告诉大家知他们有多满足。
我哋喺青珀山上面嘅时候啦，亦都经常见到一啲为修行者送酥油嘅藏民，佢哋嘅面上都挂住一样虔诚同埋满足嘅笑容，令到我哋呢啲游客亦都得到一次心灵嘅修行。